God. Shit. I'm an idiot. Oh, I messed it up. Oh, 开电影完全没有反应。 完了。
OK， 来测试一下刚刚那个发生的状况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。先来试一下的那个电源的部分。哦，会不会有电？干 ！Shit！ I'm idiot！ 我还没 set up。哦，开电源完全没有反应。完了完了，应该是什么东西烧掉了。啊 ，shit！ 好了，那刚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样呢？就是，因为我在接那个电瓶的正负极的时候，然后我没有注意到的是说，这颗的正极的方向是在这个位置，然后负极方向是在这边。那因为它原来放的那个方向呢是这样子摆，所以我就以为说，电瓶的四个方向的话，它就是在这个位置，在这里。但是实际上，如果你是像我现在这颗电池这样子摆的时候，就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就是负极就会跑到这里来了，正极就会跑到这个地方来。所以呢，我在装这一颗电池的时候，我把那个方向给搞错，所以正负极这边去搞反了，所以这样导致就是我现在那个可能有保险丝的地方会烧坏。好了，那现在我找了这个东西来，然后就是我们现在来检测一下，说到底是哪些地方的保险丝有发生烧坏的情况。啊，首先我们先来检查主开关的保险丝，这一颗是50毫安的保险丝，最大的。我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接线，这个地方已经断了。烧断了，所以这个保险丝已经挂了。可恶，这一颗现在没有备用的保险丝在保险丝盒里面。啊，可以。那么检查一下它的导通是不是真的一样了。啊，装上去完全没有任何的哔哔声，代表这颗真的断了。现在在这颗风扇的保险丝看起来没有问题。啊，这是通的，这是好的。哦，这也是第二个 backup 的保险丝，看起来应该也没有问题。这也是导通的。然后在这三个，这个是电子节流阀的保险丝，干，这个中间看起来烧断了。完全没有导通。哇，这个挂了。这个保险丝不行啊，电子节流阀只能装换上备用的保险丝。那还有这里有一颗同样7.5毫安的，
一颗。哦，是通的，环上去。OK。最后还有两颗保险丝。啊。看起来没有问题。通的，这是好的。最后一个。ABS 的保险丝。这看起来是好的。哦，这是好的。好了，那现在最后整个 summary 一下那个现在目前受损的那个情况，那就是我这个电子节流阀的第三个这个电子节流阀这个保险丝，就是在这次发生烧坏的情况。那我现在有一个备高的保险丝给它换上去。然后再来是这个主电源这个保险丝它烧坏了，所以我必须要去找一颗新的，因为这个备用的保险丝盒里面没有这个东西。好。下午终于把这个50毫安培的这个保险丝拿到手了，上网订购一下，现在我要把它给装上车子上面去测试一下，这样子到底能不能够用。好，那刚拿到的这一颗看起来一模一样的，同样都是同样牌子 Pacific 日本制的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一个是断掉的，一个是没有断掉的，在中间这个金属的这个地方，这是50毫安培，尺寸应该没有问题。好，我把它插上去。好，插上去了。来，先来试着启动一下吧。现在我们终于要来试着来启动一下，看看到底是不是 OK 的。好，启动咯。耶，终于看到仪表亮了，电压还没有启动就 12.4伏特。 OK， 非常好。然后等一下我胎压侦测器不是胎压侦测器，行车记录器现在也 OK 了，你都 OK 了。好，我的 USB 充电器也没有问题。 OK， 好，那我想这次这边没有受损，原因应该就是因为我是另外外接这个电路，所以这边产生接错电瓶，这边产生的这个电流没有直接冲到我原本另外外加的这个电路，所以完全没有事情。因为我在这边除了需要有一个继电器，我的是继电器在没有过电的情况下，它是不会去启动那个导通那个继电器，所以整个回路是不会通的，所以保护了我这些电器外加装的这些电器的部分。好。来发动看看吧。啊，成功了，成功发动了。阿九终于复活了，但搞了好几天啊。好啊，好了，
那这次呢，很意外的就是，原本只是想说很简单，就只是更换电瓶而已，然后就没想到变成说还要去检查保险丝这些。烧断的回路就是因为我耍笨，我把电瓶的正负极这边接错，那所以把保险丝给烧掉。那所以接着这次的机会呢，也正好学到了一点，就是保险丝这边怎么去回路是怎么回事，去怎么去检查它。好啦，那是希望说各位自己在 DIY 的时候也要小心这个电极的这个部分啊，不要像我一样这样子耍笨，会去装错电极。那任何你在安装电线的这个部分呢，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它的正负电，一旦不小心搞错呢，就会像我有这样很智障的一个麻烦事就会产生出来啦。好啦，那今天的不是今天，已经好几天了。那这次的分享就到这边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欢迎各位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记得开小铃铛。那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